那就中国大陆没有精彩的球戏可以看了、啊，就这样而已、啊。哇，对美国他会损失。可是都被影像怎么看？央视抵制不播 NBA 的事情。那就中国大陆没有精彩的球戏可以看了、啊，就这样而已、啊。哇，对美国他会损失、啊。可是都被引起更大反弹。这个是这样的哦，大陆方面还是要了解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。这个。我的 comment 就是大陆方面实在是不了解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，就这样。